人在讲无，迄个月明是像要起落。狂啊了的居民是真反对，啊不过政府讲卖差别。你有听人在讲无？迄个月明是像要起落，听人讲富士山啊真恐怖，啊不过台电讲没关系，因讲为着经济的发展，恁小小的牺牲是算什么？因讲为着大家若要好过，恁几条的性命是无价值的。心叫我那领导要大严了。